可能大家如果去一些冷的地方去旅遊呢，譬如看看落雪呢，咁就又係要關心咧，就係有可能咧嗰個飛機咧會受到風，即係風雪咧，會影響咗個航班嘅準時啊，甚至有啲情況咧個機場嘅運作都會受影響嘅。譬如早幾年大家都有留意過喺英國倫敦啊，或者美國嘅紐約咧嘅機場咧，都試過出現大風雪咧，係影響咗啲航班咧係飛唔到嘅。咁所以大家如果去呢啲比較上凍嘅地方咧，又都需要留意住當地嗰個天氣情況咧，係會唔會個航班會受到影響啦。